我在11年前患有慢性鼻窦炎，我对海鲜极度敏感，即使只是一块虾肉或鱿鱼都足以引起我的鼻窦炎发作，甚至还会有头痛和发烧的症状。我必须要服用止痛药来缓和这些症状。接触爱康蓝藻之后，我开始每天服用五粒蓝藻。我的慢性鼻窦炎在短短2星期内就有显著的改善，而且我不再对海鲜敏感了。我的大女儿也曾有哮喘病，但在服用3个月后，她的哮喘就开始减轻。事实上，她目前已经18岁，而她的哮喘病从她2年级起到现在都没有再发作。我也非常庆幸曾患有癫痫症的小女儿现在也很健康了。以前只要她一发烧，因为肺部感染而导致她必须要住院长达1个星期。除此之外，她在发烧时也会引起她的癫痫症发作，每次看到她受苦都很让我心痛。她从1岁半开始服用爱康蓝藻，如今她已经念初中2了，她的免疫力和健康都保持在最佳状况，而且癫痫症也不曾复发。我们全家人如今已服用爱康蓝藻11年，而曾经患有痛风问题的丈夫也不再受到痛风的折腾了。我非常感激爱康，尤其是爱康蓝藻，让我们全家人都享有最佳的健康状态。谢谢。